台东县104年度模范老人及敬老楷模颁奖典礼，10月31号上午于森林公园举行。颁奖表扬模范老人，台东市陈宇、李秀玉，兰屿乡周时秋，卑南乡王永昌，鹿野乡林李明珠，延平乡王金城，关山镇戴玉莲，长滨乡邱继兴，池上乡黄振元，海端乡邱顺兴，成功镇简吴三妹，东河乡黄生发，太麻里乡许称，金峰乡高金玉，达仁乡张成秀兰，大武乡叶武灿，绿岛乡蔡金良。颁奖表扬敬老楷模，台东市黄玉婷，绿岛乡田丁福，兰屿乡江州桃花，卑南乡林德次，鹿野乡郭许丽珠，延平乡胡于秀妹，关山镇罗桂荣，海端乡金瑞芳，池上乡陈张妹，长滨乡潘玉盆，东河乡王延清，太麻里乡林进才，金峰乡黄欧强，达仁乡陈高玉珠，大武乡潘晨阳，台东市王清林，成功镇林秀妹，吕宇轩、徐俊坤采访摄影。